再去大家做复习的动作，复习 Word 里面的功能。啊，如果你 Word 的时候，这些应该很熟。啊，你 Word 呢，如果说你打一些东西，你要打这个数字的，其实是比较 low 的，啊，比较，就是说你没打算学到 Word 的高级，你学到只是打手的写手，其实这些大家讲这一二三四不应该打，啊，因为我们是叫电脑自己帮我们排版，啊，是不应该打。所以你这些呢都要删除掉。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再去做编辑，啊，做编辑。我们要做编辑呢，哎，你要一选呢，他要去做啊，一二三四就带出来，但是我们这边带不出来，为什么？你看，你说啊，我们这边就一带出来，其他都不带出来，为什么？这个呢，你必须要对语法了解啊，因为呢，你前面呢，你是嘛，你朗读一下。你把这个一啊当成我们这一大项，一个大项，所以它就是当成子项，子项，所以呢它只有一个一，它不会做出来二啊。好，你要呢是把它呢去的掉呢啊，请你呢这边呢后面呢我们呢必须要什么？要是清晨不能有 B 啊，要变成 P 才会有效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要把它这边做删除掉。这样做好，我们这样子才可以从中开始选啊，去选。好，我们呢给他一二三四。好，你如果说你握着呢，学着 OK 的话，这些你应该是这样做。不应该，因为握着什么定位叫排版啊，不是叫你打字啊，所以就是你要改，你要呢去改成 A B C 两个。但你如果说真的没跟他打，就太多了啊，就没有学到这个呢里面的精华。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题目的要求做法。要看一下我们题目要求。好，这个是什么？好，我们的第一个不是要求你做这个，是要做呢圆圈圈。所以呢，这边呢就改回来，这边不要圆圈圈啊，你改回来，我这边取消就点它一下就取消了。啊，你要改圆圈圈呢，就是选项目清单，项目清单就是圆圈圈，预设值就是实心圆啊。那实心圆呢，再观察一下题目。那你这边呢，啊，第二个，二三四五六，这六个呢？都是在它的下一个阶层，在下一个阶层啊。那这个呢，一二三四五六，我们现在的下一个，新一个下一个的，那你就去这样去做啊。好，我们只要去知道这个呢，新一的前面啊，新一的前面就可以了。好，我们先这样咨询啊。啊，然后我们下一个阶层就是啊，叫它搞搜索。好，说完一下。好，接着看题目。这个呢，方块。好，一样。这下面呢，说完。
就是召会啊一样听着说白啊确认起来就是这个说白啊召会然后再继续往下看这个呢还是召会啊就是召会的这个说白呢，最后呢要求你就二十五，二十五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呢就要去呢去解释。你现在代管是说白，好像现在呢，我要是说我要改变成二十五，那这边呢清单类型就要去做改变，我用编号清单。那编号清单呢，如果什么不打呢？各位看一下，那是从一号开始。那我指定他说二十五呢，请你呢。就好像这边 stop 编号从二十五开始，这个它就是二十五。好，这个一样，好说白，好我一样呢去改变它的清单啊，不是下面的这个编号清单，编号基本是一二三四五啊，我叫预设值啊。那我还没有去出一个难的，我是有点想出 A， 那 A 的呢里面的。出的比较难的应该是大写的，你看到我这大写的，罗马是一零一什么的，你在做法就是西安，罗马人看西安就知道是一零一，啊，这题应该要改成这样的，说那个才有可看性啊，对，好，就是那就这样子，好，通常用的就是双钻机。来，举手。